喝吗？啊？挺甜的。我不管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哈，你只要是把他找来，我们就不会为难你。我不怕你，你不要以为你给我吃这些东西，我就怕了你了。那我就跟你通透通透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内线这么发达，是在为你哥担心吧？告诉我，他在哪儿？我说，他在我家。一起散吧，白影散吧。你们要一直在一起，白影散吧。